十七岁以前，我没想过将来会做明星。十七岁以后，我的生活完全是另一个故事。专登嚟装好身嚟见你噶嘛？点啊？奢唔奢侈啊？调得？系，我就谂唔到咧。我识你咁多年，我谂我咁多年来想象唔到你可以有人咁开心、咁 free 咁跳嘅，好sexy 啦，姿态好靓啦，咁啊赞你太多，唔好意思我。好唔简单啊！呢度我其实我你知道我啲人好硬噶，好拘谨吓，好硬颈啊，又唔系好女人。要跳咁嘅女人 sexy 舞真系好唔简单。我谂你讲话你唔系好女人，就好多人会唔会同意？但系一定同意嘅。我谂嗰个只系一个外表嘅你咯，即系或者而家好咗好多啫。我觉得呢几年好咗好多啦，系咪啊？李善华，你睇住我变噶系咪？系点变化？即系我哋谂下以前我初识得你啦，差唔多有十年啦。嗰时你喺度拍《蜀山》啊嘛。咁我諗嗰陣我哋又唔係好熟嘅，開頭因為話食嘢啊咩，中意食大閘蟹啊嘛，即係食蟹之過啦，令到我哋呢個友誼嘅產生啦，就咁咧就食蟹，咁咧就嗰陣時你就因為不嬲喺即係公眾嘅形象，你梗係好靚啦，好即係高不可攀形啊！睇起嚟啦，睇嚟其實我好驚㗎，我知，但呢個要好多年後先知嘛，即係大家做咗朋友先知嘛。我諗你做朋友好難啦，同人哋因為。好保護自己，一定好保護自己啦。亦都咧變咗你有時咧，我記得嗰陣時你咧成日我有一個覺得一個特性嚟嘅，就成日啲嘢諗得好，諗好多，諗好多。但係咧有時咧諗咗好多之後出嚟咧，未必係最好嘅選擇。但你又有一套自己嘅諗法，你真係了解，循行一定同意，成日都諗好多，成日諗咩意見，你又想得到好嘅意見，但你自己又有一個諗法。咁但係咧就咁多年來咧就係好多好多嘅通咗好多咯。同我哋啱啱喺度諗緊一樣，啱啱我哋即係臨開始前，我就諗話，有一個好大嘅轉變，我覺得我諗如果唔熟嘅人就唔會咁感覺到。就以前咧好反應式嘅，即係事情會發生喺你身上，人哋嚟揾你拍戲，你就反應嘅諗下呢件事應唔應該做，唔應該做。但你而家唔係啊，即係你而家係 proactive， 即係主動式嘅，即係你話我覺得我同秦漢嘅關係咧，應該可以更好，咁你就會諗點樣去主動好玩啲啦，係咪？主動玩味道唔係幾好玩。嗱，你真係而家咁已經係一個好好特，即係好好咯。我覺得你開心咗好多。多謝，不過都好多謝你幫忙，即係成日開解我啊，成日話俾我聽，成日講啲好耶穌俾我聽，好耶穌，好嘅佛經啊。我問你嚇，你中唔中意鹹啊？我好少鹹，好少鹹，好少。一定我睇呢個款咧，個個都一定覺得你即係唔會鹹嘅。不過你俾我整鹹過一次，真係唔好意思。我哋啲友誼開始就係嗰次開始，即係開始大家互相了解啦，係咪？溝通得多啲，即係或者你嗰陣時先覺得，原來佢都係一個人，佢識喊嘅。即係嗰個之前就覺得你好女強人即係好驚，呢個都係世事逼成嘅啫，唔係我想。不過你真係，即係 Nelson， 你真係好，即係好好心噶，好氹朋友，好關心朋友，對朋友好好，即係真係好好，好感激你喺香港咁多年，我即係八五年開始喺香港，差唔多有三五年時間。
大部分時間都是你在度照顧。唔係唔係，我從今日開始我嚟照顧你，照顧你。希望我哋大家都發揮到好日子，係啦，開開心心過呢個。經過多啲唔同嘅嘢，即係起起落落，上上下，又可以 share 大家嘅開心嘅 moments， 可以 share 大家唔開心嘅 moments， 咁先做朋友。係啊，可以。情人如聚翻起爱情浪，像幻梦像幻想，如迷城如醉香，情人们舞翩翩沉醉热浪，水晶灯多璀璨，似天空万点星光，香槟酒升起的舞散芬芳，回历是没法躲，通讯在为你张，难忘怀里叫哇活声生响。跳得很好吧？嗯，静佳，这个景好像很熟啊，很熟啊，对啊。这几年前我们好像就回去那几年前的那个布景去啊。1982年是不是？82、83之类的。我爱夜来香。对。嗯，也很好吧？刚才古瑶跳得不错啊。不错啊，很辛苦啊，才学了一天。哎，我们合作过几部啊？《蜀山》《我爱夜来香》《刀马旦》。对啊。刀马旦。还有一些别的导演，都讲得话好啦。好啊，就我自己拍你就拍咗几部啦，咁啊有其他导演我有份监制嘅，有几部咯。系啊，咁啊，我成日都觉得你即系睇人啊，有好独到啲眼光啊，即系有时咧，即系我哋做演员啊，拍做咗人哋做太多啦。都唔記得自己係點樣失去自己，咁有時你一講就講出啊，我反而哦係啊，我係咁噶。咁啊，你啊同我合作咁多套戲咧，你度對我其實都幾了解噶。你可唔可以講下我係點樣？我諗女人就好難了解啦，即係我諗啦嚇，估啦，實際上因為即係我睇你啲戲睇好多，即係特別係你出道早啦，咁我。讀緊書嘅時候，咁已經睇緊你啲戲啦，即係唔代表係我好細，不過我嗰時係仲讀緊書嘅嚇，因為咁幾差啦，你已經做緊明星嘅時候，咁我記得嗰陣時喺美國紐約，咁啊成日睇你啲戲，咁啊睇得睇得多咧，就印象入邊有一個咁嘅林青霞嘅形象，咁啊後來翻嚟香港之後做嘢啊拍戲啊，咁啊就識咗，大家識咗就覺得始終都係台前幕後都有啲分別嘅，咁呢樣嘢係最精彩嘅，即係我覺得係哦，原來林青霞係。作為一個人嚟講係另一種人，咁其實即係試下，即係可唔可以即係喺身上可以揾啲唔同嘅嘢嚟搞咯？即係揾到未？咁台前好，一係台幕後好睇咧？你家話一時時啦，即係有時台前好，一台後好啦。就我拍咗十幾年戲嚇，都拍咗成90套戲。我聽講你睇中我好多套戲，你好即係很用功啊！即係你拍我第一套戲，你已經睇曬我所有啲戲。咁啊，拍到咁多年戲咧，即係我戲路方面有好多變化咯。你可唔可以講下？好啊！我咧就其實睇你嘅戲咧係一個因素嘅，因為嗰陣時我喺紐約住，咁我就好懷念香港，懷念即係中國人嘅社會。咁我嗰陣時咧喺台灣啊、香港咧，就撇起嗰個林青霞熱，即係林青霞就係、是、即係以前我哋有林黛啊、李麗華，咁啊嗰陣時我哋有林青霞咁啊，即係一個夢中情人啊，即係純情偶像啊，林青霞咁樣。但我係你夢中情人，少少啦，冇俾施林青聽到啊。
咁我又問到個問題，其實呢個你問我，如果我問翻，即係我想知道係，即係你其實表面就話我同施南生影響咗你睇法，其實真真正正係乜嘢？真真正正係乜嘢？就係咪你同秦漢有關係？即係其實就大家認定咗大家關係，所以睇即係稍微定啲一個人。你真係覺得我變咗係咪？係啊。你係咪真係覺得我變咗？咁樣我諗下嚇。我其實我想我是呢一兩年變的，我真的變的，我自己都覺得變。咁其實好多嘢㗎。你同施南生都係我好中意嘅朋友咯，好好朋友咁。都對我有影響。同埋咧，我即係有啲咧就係我開始不太在乎別人怎麼看我，只要我自己覺得對。我不管你怎么说，你说我不好，我也很开心。真的？对，真的。你说我不好，但是没有关系啊，我觉得好就行了。以前人家说我不好，我病可能都会病咗，即系几日都唔开心。还有我揾到自己啦，知道自己系点样嘅。以前我即系失去自己先，我谂十年都系空白噶，即系十年之间都系唔知系乜嘢嚟噶，即系好唔了解自己。即係嗰個感覺係點啊？感覺係感覺係我即係人哋，即係你成日諗住係人哋點樣睇你，或者係即係好驚住。哎呀，人哋會點講咧？哎呀，我咪點啊？我咪點啊？成日顧住呢個就好唔好冇自己咯？即係成日為咗人哋生活。咁而家我係為自己生活，我中意我就做，我唔中我唔做啊！唔緊要，我得罪你唔緊要，你鬧我鬧咯。咁樣咁啊，好慘啲導演啊，導演唔敢拍，所以而家冇戲拍啦，唔敢拍。而家好少，即係而家就係唔中意戲，我唔拍，我唔驚得罪你。以前我好即係好驚住啊，會唔會點樣講啊？係咪即係攞咗個獎之後，所以就乜嘢都唔理啦？而家都唔係啊，其實我攞獎之前我都已經好少接戲啦。到中之後更加可以輕鬆啲啦。好似我哋仲有一部戲合作緊嘅喎。我等緊你嗰套戲啊。幹事喺邊度啊？在拍戏的时候，我并没有想过要得奖。这次我得到了金马奖，对我来说最大的意义是令到我这十几年的电影工作变得更加完整。在未踏入人生另外一个阶段之前，我很想重温一下以前所走过的路。就从小时候开始吧。我第一个要去的地方，就是我很多年都没回去的嘉义。我的童年就是在这个地方度过的。现在的心情真是很难形容，不知道小时候经常去玩的地方今天会变成什么样呢。虽然我九岁那年就离开了嘉义，但是我还记得小时候的我不是很合群，所以我没有朋友，整天一个人在河边玩。有时候我喜欢爬上一棵树，好像有很多事情要想一样，怪不得我长大之后性格变得有点多愁善感。
坐了四个钟头的火车，终于到了嘉义。嘉义县的大林镇，也就是我的家乡，看起来一点也没有变。还是像以前一样那么朴素，依然保持着乡村的风味。让我来找找看，以前的那间屋子还在不在。156巷是不是156号？是不是在这一条巷子？你在乌溪流，小巷吗？啊，小巷。我不晓得姓什么，以前住在这边过。你是不是来桥下？对。哦，我看到这好像以前小时候住在这边过。哎，你小时候就住那边吗？是这边的。他们来拍我那个小时候的地方。哦，你去你家的那个地方。对，那边。前面是啊，你们知道的。妈妈来坐下。林先生，哎呦，你今天我到新区的南边啊。你好，你好。你们一直住在这里啊？呀，我们一直我们都说是三门班嘛。真的？你们住多少年了？我们46年搬来就没有搬嘛。46年。我9岁的时候离开这里，9岁的时候搬离这里，很多年没有回来了。好像这个房子就是你在这很久没住的。你们搬走，我们走到这里。哦，住了，我们来好几年才搬走。你住在这里啊？对。哎，这也是你妈妈。你们搬走再问那个小荣啊，钟传荣他们住了，就好多人住了。以前这边有一棵树嘛？有啊，那树都砍掉了，砍掉了，砍掉了嘛？那树砍掉了，太大了。那树很漂亮哎。危险的，不是在这里，在这边。一点都没有变，你看这个门一样的。哎，以前我们睡觉的时候也是用这种蚊帐，好多年前哦。哎，现在都用这个真是有意思。以前我们家五口啊，全部都睡挤在这张小床上，这么小张床，你看现在看起来真是怎么睡得下呢。我爸爸妈妈都是山东人，思想比较保守，性格也很含蓄。那时候爸爸是一个医生，他就是在这张桌子上替人治病，有时候他会拿着药箱出去给人家治病。我妈妈是个裁缝，她的手很巧，很会做衣服。小时候家里的衣服都是妈妈亲手做的。林青霞这个名字就是我妈帮我取的。妈，你怎么会把我名字取成那个林青霞？那个哎，我看了一本武侠小说嘛。那个武侠小说有一个女的很能干，她武功很好，
所以他的名字叫青霞。那时候你还没有出生的时候，我想你生下来以后，你也叫青霞，一定很能干，应该跟那个女孩子一样的能干。嗯，因为那个，青霞那个霞的话，就是天下的彩霞，对，每个人都可以看得到的，对，大家都会知道的。哦，那很好啊，那名字取得很好，要不是你取这个名字，我还不能成名呢。我还记得我小时候最喜欢玩的游戏就是跳水沟，在水沟两边跳来跳去，同时又向前冲，从来都没有掉下去过，好刺激的。在学校唱唱歌认认字，很快的就过了一天。我很想重温一下这段无忧无虑的日子。记得我小的时候很喜欢蹲在那个街口等我爸爸回家，那我跟我爸爸散步的时候，我很喜欢抓着我爸爸的大拇指，我很喜欢抓你的大拇指，那我觉得很温暖。在我爸爸的拇指对我来说好大，那么我的手很小，那很有安全感。爸，你记不记得有什么事情？那时候也是我们一块儿出来唱，我还在这块儿坐坐啊，那个小水果啊，感谢地球，拿个感谢旗啊，都带你去了玩一玩。我下班回来每次都带你去玩。那你有没有对我有什么期望？希望那时候希望像你能像个爸爸做的事情就好了。这个是那个哎，这是那个芒果嘛？对啊，芒果。我们以前很喜欢吃这个。在我九岁那年，我们全家从嘉义搬到台北附近的三重，一住就住了十年左右。读高中的时候，我有两个很要好的同学，这么多年来我们一直都保持很好的联系。
得这个转角口是我们第一次被这个窗外的星探发现的地方。对对对对对，啊，我记得，当然记得。啊，要不是这个角落啊，我还拍不成戏呢。对呀，因为这里我才拍了第一部戏《窗外》。嗯，对，所以我说你现在跟以前的感觉有什么不同？对当时的那种情形，以前我们才几岁啊？17岁嘛，啊，差不多17岁。其实那时候我们不是第一次被星探发现的，已经很多次了，所以也不是那么紧张。啊，在那边，西瓜大王那边才尖叫，天桥那边，天桥那边才比较紧张。对啊，现在以前是个小女孩，现在可大大的不同了。我们到那边去看一看。啊，走。我的第一部戏《窗外》就是在这间屋子签的合约。我记得电影公司的人来了3次，我爸妈才让他们进来。这么久没回来，想不到这间屋子竟然一点都没变。就像这个日历，跟我们以前用过的竟然是一模一样的。就在这张桌子上，我们签了我的第一张电影合约。不过由于当时我还未成年，所以由我爸妈带我签，我就在后面看，一点都不敢出声。虽然这个楼梯很久都没走过了，但是走起来依然有一份亲切感。你看这条巷子多窄呀，啊，我以前每天都经过这条窄巷去上小学，会省不少时间呢。这条这么窄的巷子，你看，没想到我现在还是能够挤得过去。
啊。你们在这边念书啊？啊？是不是在这里念书？对呀、啊。你们几年级啊？几年级啊？六年级。啊？六年级啊？哦，看我以前读哪一个教室啊？你们猜哪一个教室？一年四班，一年四班，一年八班，一年一班，一年八班，三年，三九班，八班，七班，十一班，一班，八班。你们有没有迟到啊？没有。骗人。没有。啊？有没有被罚站啊？没有。啊？那我很不好意思，我以前常常被罚站。当我们都在一起，在一起，在一起，当我们都在一起，起快乐无比。你对着我笑嘻嘻，我对着你笑哈哈。当我们都在一起，起快乐无比。两只老虎，两只老虎，跑得快，跑得快。一只没有眼睛，一只没有尾巴，真奇怪，真奇怪。两只老虎，两只老虎，跑得快，跑得快，一只没有眼睛。这里都没怎么变，这里还是变了，这边都不一样了。这边都不一样了，比起前面。哎，这个综合大楼以前是什么？我们以前教室在那边嘛，我们的教室，看对，以前教室，对，以前的教，以前教室。然后那边的实习家庭，记不记得？然后林霞那时候，你看住我们住在一起的时候，那时候我们四个人一起住在学校里头，然后做一个实习家庭，有做爸爸妈妈儿女，然后自己烧菜，住在住三个礼拜，对，然后。我们一天到晚被教官罚剪头发哈，对，那时候一要剪长头发的时候，都把脖子这样的勾得长长的，生怕他把我们剪的头发剪得太短。剪头发，裙子要检查裙子。对，还记不记得以前我们午睡的时候，我们不睡觉，躲在草在草地上。扮演一个痴情浪漫的女孩子，而在现实生活里，我这个人很重感情的，如果喜欢一个人就会喜欢很久很久的。记得我读书的时候，我喜欢可以说是暗恋上一位音乐老师，他只教了我一年就没教了，现在隔了这么多年，大家都一直都没见过面，想不到这一次我们再见面了。好久不见，好久不见。二十年吧，二十几年了，二十大概还是一样，二十四年了，二十四年了。这个就是我领奖的那个金马奖那个台上，是吗？对不对？没错吗？哎，这个就是我今晚上那个舞台的，这真是，我觉得这个人生真是很奇妙啊！我跟我老师都在一个舞台上，今天我们老师要在这边表演，天堂与地狱奥本巴的歌剧啊。那么我前几天拿金马奖也是在这个舞台上。我记得青霞是上课的时候是一个怎样非常用功的学生，那个时候
没有钢琴就要搬风琴，一上课他就第一个跑去抬风琴。真的、啊？真是。嗯，然后我还到你家里去弹钢琴，是不是？去过一次，就很可惜，你就教我们很短的时间就没有教了。我想我们的记忆也不是太多了，就是很短的。我记得有一个学生摸到你下巴，然后你哭着在办公室去，还能小孩子被记忆大过，你记得吗？对对对对对，你记得这个啊？啊对。啊、哦、对对对，有一天晚上嘛，一个男生摸了我下巴，就好像你在擦玻璃什么的。啊，你这个你都记得了？哎，这个男生就被老师打了一顿。这个很有意思。我是很以我的老师为荣，希望我的老师也以我为荣。青霞一下是吧，非常的优秀，也是我的荣耀。谢谢。你猜我第一次看到你在什么地方？你唔讲广东话啦，讲广东话啊！第一次见到你，你估喺边度咧？喺边度啊？七色桥啊！七色桥啊！啊哈！嗰阵时咧，我七色桥我喺度演电视嘅时候啦。系啊，你好咩啊？好咩？你好唔识做戏啊？又啊，做得好渣。不過你個型咧，就好似我到中學嘅時候，成日喺諗個白馬王子個樣，白色雪山咯。點解、會似白馬王子？黑色褲，我諗個白馬王子嘅樣係咁樣，白色雪衫，黑色西裝褲，頭髮長長地，今年咧又好憂鬱，好有氣質。憂鬱。咁嗰陣時我都唔識你。咁想唔想识我咧？一想咯，想都想唔到啊！读书嘛，读紧书，咁收尾就冇见到你啦。我收尾又第一次见你，你知唔知喺边度？喺边度？你又唔知，你乜都唔知嘅。我记忆力唔系几好啊。系嗰阵时你都系第一次见我，都系喺影片入面见到我，系咪？是啊是啊，我那時候是你那時候拍《窗外》的時候，個導演不是跟你試鏡在裡面拍的，我看到你跟個張麗仁在一起，張麗仁就很大方啊，都很敢演，你就躲在他的後面，不敢出來。是啊，我第一次都是在電視上看到你，七色橋，那你第一次看到我都是那個巴黎面的那個視片，那裡見到我。咁個導演就話嗰個你嘅同學可以演嗰個窗外嘅女主角，咁我咧就覺得你比較似嗰個窗外嘅女主角，所以你今日之所以行入電影，應該多謝你，係啦，就係咁嘅，多謝大哥。七零年代嘅時候，七零年代係啊，我哋嗰陣時個個都到期一，你主要拍嘅瓊瑤嗰邊嗰啲戲啊，連接拍到好多部瓊瑤嘅戲，從邊部開始㗎？我瓊瑤自己公司拍到我是一片雲咯，之後我拍瓊瑤啲戲拍咗好多啊，拍咗十一套戲，大部分都係同你一起做噶。唔係吧？前邊係啊，喺嗰個就瓊瑤自己製片之前，你都拍咗啲瓊瑤嘅戲噶。嗰陣時係咪有陳又慈、窗外啊、在水一方、在水一方啊嗰啲戲？仲有好多，不過大部分都係瓊瑤自己拍，一年拍兩套。咁我哋時嗰陣時好辛苦啊！好辛苦啊！咁我哋兩個日日到期到都咧，瞓覺都瞓唔夠。我嗰陣時好似兩個禮拜都冇瞓過覺。瞓覺都係坐車嘅又瞓。你記唔記得我哋一入到片場就去揾場。揾床，兩個人就係瞓喺一張牀。冇吧？我冇同你瞓過啊！你都成日都唔承認嚇？點講？我現在說不要緊了，就那陣時我要訂婚的前一晚啊，我是三藩市打電話給你，我說我第二日要訂婚了，那你我想著你了，你還要訂婚都沒訂了，我即刻來找你，誰知道你不是，你說你毫無什麼反應，都沒什麼反應我就訂了，不過我說我真的不知道，我不是幾想訂婚，你就說你呢個人呢就係、是、悲劇人物，悲劇人物就係悲劇人生，悲劇人生就係悲劇寫主。
悲剧的结局。我一听，我想，哼，虽然我是悲剧的，但是我就不给你看这种，我就要变成喜剧给你看啊！我心谂哈，翻回做个喜剧俾你睇。好懂噶，系啊！之后嗰阵时开始咧，我翻台湾之后，我就笑，其实唔系好开心啊，成日大笑，成日笑都好开心。人哋都覺得，即係有啲唔係好明嘅人一睇啊，千夏真係變到好開心。有啲明白嘅人咧，即係，哎，千夏其實佢心入邊唔係咁開心，因為睇佢眼神係好憂愁噶。喺美國住咗段時間，第二反啱翻嚟，第二拍緊第一部啊，係啊嚇，嗯，嗰陣時人哋去喺美國幾耐嘅啫，有幾耐嘅？嗰陣時咧，我拍戲。即係我嗰陣時拍戲好投入噶，嚇、嗯啊、就我乜都唔理，即係全部精神都擺喺戲入邊。嗯，你知點解？你點解？因為冇感情咯，冇、哦、感情即係好崎嶇啊，崎嶇啊。哦，咁。所以咧、嗯，所以將所有啲精神都擺喺戲入邊。嗯。所以都接咗好多戲，又唔覺得辛苦。而家我覺得最開心。而家可以懶一懶啦，唔使咁辛苦，唔使咁辛苦，辛苦咗咁多年，啊，我哋又賺咗錢啦，係咪？咁啊，咁都講錢啦。拍文藝片嗰陣時，我哋啲感情又咁辛苦，係咪？俾你整到啊啊！其實我而家覺得我而家好滿意我而家個情況，即、嗯、係我覺得我乜都有啦。戲又拍咗好多，乜都試過，同、埋金馬獎又有，又得咗。金馬獎就滿足啦你啊！男朋友又好好嚇、啊，所以我就冇乜嘢要求。即係如果中意嘅咧，中意嘅嘢就做下；唔中意嘅嘢就唔好做。嗯，我覺得而家好好啊，好輕鬆嘅咁嘅嚇。好輕鬆，好快樂。嗯，好啦，而家開心啦！我開心，你就開心啦。我如果唔開心，即係影響到人哋啲情緒，又唔係幾好嚇。嗯，影響到你嘅情緒。所以最緊要係，我覺得最重要一點係要為自己而活。嗯，要為自己活。嗯，啊，唔好成日為人哋，成日太在乎人哋講你乜嘢。啊，嗯，成日为人哋生活嗰个冇乜意思。嗯，吓、啊，呢、這个都系你教我嘅。我教你嘅。你唔记得啦？自己发明嘅。系、哎、我发明。这次能见到这么多好朋友，去了这么多的老地方，使我对自己更加的了解。这一点对我来说是最有意义的。间的